两位枫丹新角色水下世界实机首曝水深定位终于确定，枫丹新地图介绍，有关 4.0 枫丹的实机演示来了，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海底世界的情景，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看样子米哈游也知道很多玩家坐不住了，所以才提前放出水下世界。不过在水下是否能切换角色，又如何实现水下战斗，应该要等到 3.8 前瞻才公布了，大家先提前期待下吧。首位枫丹角色的剧情实机也来了，这位枫丹角色名为夏洛蒂，将会在 3.7 版本中初次亮相，背景是来自蒸汽鸟日报的小记者，定位是四星风系风管，上线时间是 3.8， 人物的设计乍一看确实跟燕飞太像了。有关水神福卡洛斯的最新消息，第一，水神的名字结构 XXXXXX， 其中中间那个字是德，也就是 XXX 的 XX。 第二，水神有掌控生命的能力，然后他还提示说这里的掌控生命可以是召唤生命，暗示水神的能力是召唤物。第三， 4.0 卡池林尼和林尼特都会上。第四，白竹和水神适配，不在他 Q 的抗打段上，结合先前的损血爆料，估计全队掉血产生造物了，会不会是白竹可以给召唤物回血呢？有关 4.0 枫丹新双手剑少年，定位是四星，会在 4.0 和林尼林尼特一起进池，背景是枫丹潜水员，在使用复杂的机械时，他的职业要求非常精确和专注，因此他与其他人交谈时会给人一种冷漠和不动感情的感觉。有关枫丹地图，4.0 会开枫丹一小部分地图，舅舅们表示枫丹范围非常广，主城是一座河港城市，属于蒸汽朋克风格，东部有一大片水域，内部有非常多的小支流，但绝大部分还是以陆地为主，踏入枫丹的主要方式还是要通过 3.6 的星图走过去，大家是否也非常期待呢？